回家你还爱我不？爱，爱你。喂。跟哪个男的搁一块儿呢？在旁边，我现在挺安全的。你们挨得近吗？嗯，挺近的。你到底有什么事儿？男的女的啊？还回家呀？啊？这么晚还搁外边，心里有没有我呀？回家，回家，你还爱我不？爱你。行啊，爱就行。那个，早点回家啊，搁家等你。啊。哎。这家里那个管得挺严的。哦。嗯。男朋友挺有意思啊。是吧？嗯。其实也对啊，女朋友这么晚了和别人一起出去，打电话问一下是应该的。嗯，正好我们也到了，这样吧，你打给她，让她安心一点啊。来。视频。事儿啊，这么忙，连你的电话都不接啊？嗯，可能在打游戏吧。打游戏？千灵，你这个男朋友以前经常这样的吗？这么晚了，你到家也不问一下你，打游戏比你重要啊？嗯，说的对，回去就跟他分手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明天谢谢你了。拜拜。拜拜。